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了跟你制造距离有多拼吗？好不容易休息，带我爸出来爬个山。啪啪拍进门吧。买个屁，还在抹字。走着走着，忽然有点饿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店，好像没开门。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了走，走了半天，绕到店的后面，终于看到老板了。想买东西还得靠这个。篮子里写着一份500，没有零地的。哦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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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爷爷的耳朵可真好，身子好像有点长。终于收到了。哎，别快进厂砸外头去。哇！爷爷不仅耳朵好，视力感觉也不差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慢啊，他是不是钱找不开了？哎呀，我是不是钱拿得太大了？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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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他要再数一遍。还有我们点的东西，按了一下开关。刚好停在我眼前，买了一盒，送了三杯茶，还有找给我的钱，谢谢。打开来，里面是三串不同口味的团子，看上去不错。来一个芝麻，两面都是满满的馅，看着就好吃。这芝麻的味道好浓啊，下面的团子超软。大鸡